而且还邀请了，对，我这次生日会呢没有邀请特别嘉宾，但是我邀请了我亲友席，有一个 有一位亲友有来看我的生日会，对，是福德，但福德呢他很就是他好像后来去跟那个兔子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兔子，可能是吴婉玲的亲友吧，他有就是一个他的嘉宾这样子。吴婉玲有邀请就是那个大兔子来生日会嘛，然后他们在偷偷谈恋爱，傻眼，他们还一起盖被子，天哪，所以我没有把他带回家，叫他自己回家，叫那个福德自己回家，疯了，还有一只鹅，还有一只鹅在旁边，傻眼，那么开心，所以我没有把他带回家，他自己走回家吧，他，疯了，抓到，你以为福德也要上台？没有哎、欸，就是他只是来看而已，他没办法成为我的嘉宾，他没有办法成为我的嘉宾。